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将带大家去参观一处明代的将军府，它就是位于杜氏宗祠的旁边。顺着这条古老的石阶，我们就来到将军府的门前。将军府门上悬挂着广元市文管所的标牌，上边书写着"将军府"三个红色的大字。据当地的老人说，将军府原先规模很大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大部分已经损毁，只残存了一小部分。昔日豪华的将军府，现在已经是满院的杂草丛生。